好啦，呢部天水围最快咧，中华党都马咧见到绿色帽又胜啦，红色帽都快喎，晋王仔啊，三四位嘅马咧里边两档打两边嘅白色帽嘅幸运星啦，开边就系紫色帽嘅十小精灵嚟嘅。咁啊，第五位里边两档涉住先森林木啦，排中间位置咧就黄色帽摇枪之心，暂时咧黑色帽嗰匹咧就两指留喺海边外档巴尾，但系距离放头马都系六个马度嘅啫，啱啱过呢个八百米段处准备转呢个七百米大弯嘅时候咧。单骑放靓，见到咧就又胜咧，且放车嚟带嚟过嚟马位啦。开边跑出嚟，见到系十小精灵啦。咁啊，当第三位就系候晋王仔啊，再嚟过嚟马位一路执紧，见到白色帽嘅幸运星走势麻麻地啫。上翻少少摇枪之心啦，转出开边我当上就量子力学包尾咧，粉蓝帽嗰匹森林木嚟嘅。好啦，斗到嚟最后200米啦，仲系走中外档占先少少啊，不啦又胜啦。里边我当晋王仔出嚟挑战佢啦。三四位跟马嗰啲十小精灵骑两马系麻麻地，上翻少少摇枪之心嘅啫。好啦，准备过终点啦，都系又胜赢呢组试习啊。跑第二名就系晋王仔，第三名就系摇枪之心，排第四名就系咧十小精灵。